大家好，我们是步步高 T 恤网上专营店。步步高 T 恤是国内十大品牌 T 恤之一，是我们浙江省永康市步步高家用五金制造厂生产。步步高 T 恤现在网上销售的店铺很多，我教大家去怎样去识别。首先，我们每把 T 恤上面都有一张步步高 T 恤使用安全说明，另外一边有为步步高厂家网络授权销售商标一张，大家特别注意还有这一点。我们每把 T 恤上面都有一张保修卡和合格证。有些小的厂家是没有的。北款T字是2013年最新升级款，升级款是哪里呢？我们北这款T字没升级之前是两根横杆，现在升级之后是五根加工横杆，一根，大家看一下，2、3、4、5，一共是五根加工横杆，是北款T字承受能力更强，更加稳固。北款T字踏板是选用的加宽14厘米踏板，没升级之前是11.5厘米踏板，大家看一下，踏板双层加固铝合金踏板，每个踏板里面都有一根加固横杆，钢管在支撑在里面。北款T字符合欧美设计标准，它的这个扶手到接近踏板的位置，我们上去试验一下。它这个扶手的位置刚好我们上去工作的时候刚好抵住膝盖的位置，所以我们在工作的时候起到一定保护安全作用。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北款T字使用方法，有些顾客收到以后不知道怎么打开的，让我看一下。我们使用的时候用左手扶住踏板的位置，右手扶住扶手的位置，轻松这样即可打开。我们收起来以后，北款T字厚度只有4.5厘米，便于我们收纳和收藏。一只手可以轻松的顶起来，特别适合我们家庭使用，轻便。最后，我为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北款T字的承受能力到底怎么样，然后让我们的工作人员上去试验一下。好，我们上去一个小伙子试验一下北款T字承受能力，然后我们再上去第二个人试验一下。哎，上去第二个人仍然没有问题，然后再上去一位人，那接着我们上第四个人再试验一下。好，由此可以证明北款T字承受能力达到400斤是没有问题的。很高兴为大家介绍。